哇塞啊，你吃掉一个啦！健达出奇蛋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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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爸爸，你先打开那个玩具。噔噔噔。这个玩具等一下再来打开。哇，还有一颗蛋蛋。这很硬哎。那你不要吃那一颗蛋蛋了。哎，赶快先吃那一颗蛋蛋吧。慢慢慢来。哇塞！哇！蛋蛋被你吃掉啊！还没，哇，整个嘴巴都是巧克力，整个嘴巴都是，有这么好吃吗？有啊。哇塞，你吃很大口哎。你不是说很硬吗？竟然还要吃啊！突破万难也要吃巧克力，还用这样略略略。你这样吃太饱了吧？还吃得下吗？吃得下。你刚刚不是说吃饱了？那再吃一个锅贴吧。锅贴吃不下，那再吃一个饭饭啊。可是巧克力就吃得下哦，那再吃一个巧克力。没有两个，两个。啊，吃完了。哇！打开那个是什么？